帮大大直播间才艺表演狗叫。你做了这么长时间主持人，然后我特别欣赏你的才艺，我也想，我也有才艺想给你展示一下。好，那您的才艺是什么？你在狗叫什么？你谁呀？你在狗叫什么？你这也算才艺吗？这也算才艺？谁不会狗叫？谁不会狗叫啊？你我看看我，你在这展示不要发疯。你在狗叫什么？你在狗叫我们都是不要发疯。不是，你说这个才艺，我和他谁更好？肯定是我呀，肯定是我才艺更好呀。你学的像他。